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柯志坤老师。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为大家介绍资料库系统第四章资料处理的基本操作。那我们现在来进行雅俗共赏。雅俗共赏，你是唯一。同学们，老师点名喽。李大为，哟哟哟。同学们不要捣蛋，老师在点名。李大为，哟哟哟。这显示出班上有三个同学有相同的名字，那老师要怎么找出他想要点的那一位李大为呢？好，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个很有趣的例子。那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常遇到同学们，他是同名，相同的名字，可是他是不同人。在资料也是一样，你有可能在找寻资料过程中会发现某一些资料特质是一样的，可是你变成是没有办法辨识出你到底要哪个资料。所以要怎么在这个众多的物件之中去找寻你要的资料，最佳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把这些资料去编码。例如说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就有身份证字号，例如说一个学校他就会为学生编出的学号。那这个东西不管是身份证字号或者是那个学号，都是独一无二足以识别这个物件的。所以我们在茫茫的资料海之中，如果我们想要找寻我们要的资料，我们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去识别它，去编出一个独一无二可以找寻它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雅俗共赏。挑选，来来来，老师要来选择全班最高的十个男生与十个女生参加一队，全部起立排队。队伍看来高度怎么像手指伸出来一样有凸有凹啊？来来来，依身高由高到低排列，前二十个同学出列。怎么会有十二个男生八个女生呢？归队重排，分男生女生各一列，依身高由高到低排列，前面十个男生与十个女生出列，终于完成选人动作。好，各位同学，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在选取物品的时候，那有可能会遇到的这个现象。如果我们没有设定条件，或者是我们从杂乱无章的一个没有排序的状况下去挑选物件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去挑选到我们要符合我们的规则，也符合我们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通常来看的时候，在搜寻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就是找寻我们所需要物件的时候，可能会进行排序。例如说刚刚的例子，我们由身高由高到低来排序，或者成绩可以由高到低来排序，或是例如说高矮胖瘦啊，例如说以不同的条件基准来去筛选，去搜寻筛选得到自己要的这个重要的那个就是资料的一个特征，来取得这个资料。好，那今天也很高兴的，也有这个荣幸邀请到郭逸轩老师来担任这个课程的那个助讲跟实际上的演练操作。那我们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说几句话。好，谢谢柯老师的介绍。今天呢，我们会介绍 ACES 2016资料库管理系统使用者如何对资料表去做处理。那今天还是由我为大家做示范，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课程，谢谢。我们谢谢郭老师。那我们今天现在就来开始介绍，由刚刚的这个引出来的一些趋势跟大家去思考。所以我们来做在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如果它的量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搜寻资料？通常我们会类似像去建身份证字号的这个区块，或者说建学校这个区块去做一个索引，方便我们去做查询。那在查询的过程之中，也有可能因为我需要的条件，所以我需要先做一个预先的排序。排序例如说有刚刚的高矮胖瘦先去排，或者说有他的成绩去排等等。那透过这样的排序，我们方便去筛选出，把原本大量资料的范围筛选变成小区域的范围，或者是小规模的范围，这样容易去搜寻。所以今天的课程我们有几项主题，第一项主题就是说，我们希望对资料表怎么去建立类似像身份证字号或者是学号这种索引。好，第二个，我们有了索引之后，我们就方便去定义一个资料物件在哪里，我们就容易就让我们就可以去查询。好，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查询的需求，它的特质，我们来对这个资料去做进行排序。那排序的条件则是由
需求者去界定，例如说他的学、他的成绩啊，或者他的身高、或者他的体重，那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资料的筛选，来取得我们最重要的资料。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四项主题。好，那资料库去建立索引的目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方便去搜寻。好，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有身份证资料或是有地址，我就比较容易找到我想要找的这个人。好，或者是说，这个班上的同学。如果我刚刚讲说我们要找李大为，李大为明明就有三个，哇，这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困扰。可是我们说三号，哦，这学校是三号，那这样就很清楚了，我就要找三号这一位人。好，所以我们在建立索引对应到的这个像，身份证照或是号码的键值，是方便我们去做查询，查询跟去筛选出我们要的一个那个我们要的资料。好，好，那我们刚刚我们也常常看到像，例如说我们在去借书的时候，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图书馆借书它也会编列所谓的所书号，那它有一些特定的类别啊、分类的条码啊，还有另外你要怎么去取得这个书籍，在哪一柜、哪一层楼、哪一柜，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去找到排序的序号，那这个东西都是协助我们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更容易去取得。那 SS 它既然叫做资料库系统，它里面也存放了可以存放大量的资料，可是我们就是茫茫人海中，我们也可以类推到茫茫资料海中。那在茫茫资料海中，我们怎么去搜寻到我们要的资料？这个东西就要借助 SS 提供的这些，例如说编索引、建立查询，再来就是我们依照条件去设计，然后来做一个筛选的动作，来取得我们要的资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在资料表上面的索引的设定，那通常我们所收集到的这个资料，我们通常会指定一个具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示的意义的一个有意义的象征的一个栏位，来当做我们的索引的一个值。那在学理上面，我们叫做它叫做键值，叫做键值，就是我们讲的以英文来看，它叫 primary key， 就是键值。那我们就例如说，像我们的身份证字号就是一种键值，我们的学号也是一种键值，有时候呢。这个键值它可能不是只有单一个号码来做，我可能会用身份证字号加学号来搜寻这个同学，那身份证字号跟学号加起来，我们这样组合起来，我们就叫做组合键，或又亦称为叫做复合键，它叫 composite key。那以这种方式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键值它可以协助我们去搜寻，它可以单一栏位做一个键值，也可以多重栏位去做成复合键值，或者是说这个组合键值。那我们就讲说单一键值叫 primary key， 那然后如果说是复合键值它叫 composite key。 好，那我们在设计组件的时候，就是设计这个像身份证字号或者是学号这种组件的时候，有一些特质必须要请大家要注意哦。例如说第一个键值它必须要满足唯一性，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先举的一个例子叫李大为，李大为他有三个同学都叫李大为，那他就没有唯一性。那这样我们就在老师点名的时候，我要找李大为，那三个同学都有，那这样不就等于是就是没有办法，他就不满足唯一性。所以我们要做的那个键值设计的过程中，他就一定要满足唯一性。例如说，你的身份证字号理应上来说，在中华民国里面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学号。在你就读的学校之中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唯一性，键值不能重复。第二个，键值既然要当作是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它不能为空值，也就是我不能找一个没有身份证字号的人，理论上说中华民国国民他就应该有身份证字号，如果没有身份证字号，这个栏位是空值的话，那就表示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在常理上面来看的时候，这个组件的那个栏位是不能为空的，一定要有值。第三个，那个键值的资料栏的栏位，这个键值它原则的精神上面，它是尽量恒久不变的。例如说从这个人从出生一直到他回到天上去当天使，他的身份证照应该都是不变的，应该都是不变的。学号也是一样，你从这个学生入学到这间学校一直到他毕业，到了他未来回来查询他自己的成绩记录啊，从历史成绩啊，或者他过去在学校的一些那个修课的状况，他也是要用他的学校去查。所以意思是什么？这个键值呢有识别性，
有唯一性，也不能为空质。再来，它尽量是恒久不变的，好，尽量不变的。好，那我们回到电脑的运算原理。如果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如果你的资料的依循是非常的长，那基本上我们在搜寻去扫描这个资料的时间就更长。所以我们在设计键值的时候，有一个理想状况，就是希望尽可能在设计的过程中，键值越短越好，越短越好，越短越好，不要取得非常的二三十个字元、二三十个字母，你光扫完这个字串哦，那个就要让电脑花了很多力气。所以我们尽量是希望这个键值是越短越好，越短越好。另外，我们选出来这个键值呢，这个栏位它要具有代表性，它应该要具有代表性，它不要随便取一个。拿性别来当键值好吗？这就没有意义。拿身份证照就有意义，拿姓名可能还有意义，但是拿例如说年龄来当这个键值的话，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像年龄啦，像性别啦，像你住在台中市或台北市啊，以台中市跟台北市来当键值，这个意义也不大。但是如果说我们用组件的观念来看的时候，就会说我们的身份证照或是学号将会变成是比较适合来当键值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会请郭老师为我们在 ASUS 系统上面去设定怎么去设定主索引键，就是我们讲的 primary key 主键的一个操作。好，那另外在键值设定的过程之中， ASUS 里面它所提供的一些操作功能，它里面有预设有三种设定值，一种是这个栏位到底可不可以当键值？第二种是这个栏位当键值的时候，它可不可以重复？我们刚刚讲过是不能重复的，可是我们在主键是不能重复的，可是我们有这就所谓的次索引键，次索引键叫 secondary key， 它是可以重复的。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请那个郭老师来示范主键的部分，还有所谓的次索引键，次索引键则是可以由多个栏位去合起组起来，那它是可以重复的。那另外，也是可以再去设定它是不可重复的，就是 ASUS 有提供这样设定的功能，来协助大家在建立资料表的键值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好，那设定好键值之后，其实在 ASUS 资料表上面会有一把钥匙的图示，等一下可以请大家看一下。那另外，我们设定完键值之后可不可以把它删除？其实也是可以，有时候你发现某个键值是不适合再当键值的，例如说今天那个学号的部分，它已经是后来有很多的插班生跟转学生打乱了整个学号的，因为插班生跟转学生或者是说境外生，他们编学号的方式可能跟我们既有的正常 学生的学制的编学号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在搜寻跟编键值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误解，或者是比较没有显著的识别性，我们到时候可能就会变成用他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护照号码这样来取代掉旧有的组件。那组件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过去设定它为组件的情况下把它移除。所以组件主要键值是可以设定的，也可以做删除的动作。好，接下来我们请郭老师为我们示范主要索引键的一个操作与示范。谢谢郭老师。好，谢谢柯老师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一样看一下我们的电脑里面的主索引键如何去设定。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电脑里面，我们电脑里面现在应该如果大家有在操作资料库的话，一定会有看到资料表。那我们资料表上面呢，看一定会有一个叫有看到一个像钥匙图案的图形，这个是我刚刚所设定的组件，就是这一个金黄色的钥匙。好，这个组件呢，它的设定是在左方，这里有个主索引键，你只要把它按下去之后呢，它这个识别码的栏位呢，它就会是组件的键值。那组件的键值呢，其实可以有多重的，也就是说有可以有多栏位的主索引键的。那该如何去设定呢？其实我们一样，我们要把我们设定的索引键的地方选取之后，我们再按一下我们键盘上面的 Ctrl， 按下去之后，然后可能我们公司也是要设成主索引键，好，我们也把它选取。选取之后呢，我们现在公司目前还没有被设成主索引键，所以我们一样回到我们画面的左上方。好，
就将我们的主索引键按下去。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之中的钥匙，我们栏位名称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钥匙就多了一把，也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设定的识别码跟公司为主索引键，所以现在这两笔栏位呢都可以被设成主索引。好，那这就是多栏位的主索引设置的方式。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设定栏位的索引。我们回到我们的另外一个资料库里面去，我们回到我们北风资料库里面。好，我们就开启我们最近所用的旧档。三个，我们刚刚是在 database 8里面。好，那我们一样，我们就点两下。好，我们按视储存的，好，就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设定的北风资料库。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设定我们为这位诚信员工，那我们就设按登录，那我们就可以登录到这资料库了。好，那首先我们到我们的采购单，我们采购单呢在画面的左方有一个资源物件里面，好，我们就往下找，有看到一个叫采购单的资料表。好，我们资料表一样点选下去之后，点两下之后，我们的资料就会在右方呈现。好，那目前这个资料呢并不是我们所设定的地方，我们一样要回到我们画面的左上方，回到我们的检视，也就是我们的设计检视的画面。好，按下去之后，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栏位名称就跑出来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去设定我们的栏位的索引。好，那我们呢，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叫，我们就用这个采购单识别码来做索引好了。它的索引值呢，在下面有一个一般的页签，然后下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索引。这索引呢，我们就可以去选说是要索引，可是是不重复的索引，还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可以重复的索引。而这两个差别呢，是可重复的索引呢，它如果是被设为索引栏位呢，它的资料栏位是可以重复的。那这一个呢，不可重复呢，就可以意思就是它设定为索引栏位呢，它的栏位资料不可以重复。啊，这一种栏位也可以作为资料表的主索引键。好，所以我们一样就设成不可重复。那我们可以再设一个叫供应商识别码，我们回到我们的栏位名称，我们也是点选它之后，好，那我们又看到我们的一般页签。好，那我们再下去找我们的索引，索引这里我们就可以去设定它为可重复，所以我们可以设分别设不一样，我们刚刚是设不可重复，我们现在可以设成可重复。那我们如何去检视说我们这张资料表里面有几个索引值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画面上方，我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索引的图示？我们只要按下去之后，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索引名称？这些呢，其实都是已经设成索引的清单。那这些索引的清单呢，其实是可以做删除的动作的。比如说你可能觉得student 这个 status ID 是不是您想要设成索引的，那您可以在它的部分呢点选之后，我们一样按右键，按右键之后呢，它其实会出现一个删除列，不过因为它目前已经被锁定了，因为它已经是资料库内建一定要是索引的部分，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用北风的设计范本，它已经预设为这个是不可以删除的部分，所以它没有办法针对它做删除。那如果各位同学自己在家里练习的时候，是可以对它做删除的动作的。好，那我们再请柯老师继续为大家介绍。好，各位同学，那我们已经了解索引的设计跟主索引，还有所谓的就是次索引的部分。
那我们建议索引最主要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后续的查询。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 ACES 里面它有提供哪些查询的方式。那 ACES 其实它对于使用者界面这友善的部分呢，它对于其他设计很多的方便的处理模式，像刚刚郭老师已经有示范。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跟大家讲，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郭老师会示范说，在设计查询的这个部分呢， ACES 有提供一个建立怎么建立选取查询。另外它也提供精灵，精灵其实就是一步一步，它会引导你把相对的条件设定完之后，你就可以去依据你的条件去做查询的动作，但是其实都还是要依据这个索引的部分去处理啦。好，那另外你也可以建立参数的查询。那建立参数的查询就是你针对特定的那个内容，你想要去搜寻，比如说你要找厂商31号厂商，或者说你要去搜寻年纪为24岁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参数查询，特定有特定的一个数量，或者是特定一个数值去查询。好，接下来我们请那个郭老师为我们示范这个查询的部分。好，我们谢谢柯老师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回到我们的电脑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如何去做查询的部分。好，那我们一样用我们的北风资料库来做查询的部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电脑里面，我们一样用我们的采购单来做范本。好，我们采购单呢，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设计检视的模式了。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里面呢，设计检视的画面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建立的标签在上方，我们点选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个叫查询设计的图示。好，那我们一样把它点选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查询的资料表。好，那我们一样查询我们的采购单资料表。好，那我们就按新增，下方有一个新增按钮，我们就按下去之后，好，因为我们按下去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画面已经出现了。我们刚因为按了太多次，所以会出现的很多张我们要的查询的画面。那如果您不需要的话，其实您可以在你的采购单右按右键就可以去移除的动作。所以我们把刚刚所按的多余的部分我们将它移除，我们就保留一项我们要的采购单就好了。好，那现在这个是我们要的采购单了。好，那我们一样，我们将我们的采购单的栏位呢，第一个我们要填入，我们第一个栏位呢，我们是选择采购单识别码。采购单识别码。那第二个呢，我们选供应商识别码。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点选。那第三个呢，我们选建立日期。那第四个呢，我们选状态识别码。好，我们选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去做设定。我们可以输入，我们先来将它先做一个储存的动作。那首先我们储存之前，我们先用一个为依据做排序，比如说我们用采购单识别码为依据，然后对这个表单做递减排序。好，那我们好之后，我们就按储存。我们储存，我们可以直接按叉叉，它是可以直接帮你做储存的。那我们储存，我们把名称改成查询，核准的采购清单。核准的清单，好，我们按下确定之后，它会跳出是正常的，因为表示说它有做储存的动作。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资料库，我们再重新登录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画面呢，我们可以找到最下方有一个叫未指定的物件，里面有一个查询核准的清单。好，我们点选下去之后，就可以发现我们刚所设定的核准清单呢，
就会出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柯老师继续为大家做说明。好，谢谢郭老师的刚刚的示范跟讲解。我们先来想想看，刚刚我们请郭老师去做示范的时候，他是示范查询。其实查询在生活中应用非常非常的广泛，像我们老师会问 Google 大师，有时候会用手机啊，或者是用平板去搜寻我们需要的资料，那个都是查询出来的。可是呢，在查询的过程之中，我们还会设定条件，例如说我今天希望去搜寻今天的餐厅，可是是你这样搜寻的话，可能会搜寻到很多很多的餐厅。你有没有设定限制条件？例如说像台北市的餐厅，还有今天晚上有营业的餐厅，这些条件再加上去的时候，在搜寻还可以加上筛选，筛选跟一些就是所谓的我们针对特定条件去得到的更精准的结果。所以在 ACES 里面也可以这样做，但是那个我们等到第之后的章节会教一个 SQL 的语法，就是我们怎么下那些像查询的一些参数跟语法之后，那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内容会更清楚。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郭老师所示范的是一个基本的查询，之后我们还会教大家怎么去写查询，包含有条件的查询，更精准的查询。那请同学再拭目以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课后回馈。所以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说，资料它随着我们人生活，它始终不断的产生跟累积。例如说，你今天例如说小朋友在成长，你观察小朋友成长，他身高不断在增高，他的课本一本比一本还要厚，那这样的资料量越来越大，你要怎么样去？如果他已经存在资料库了，像刚刚讲的，那你怎么去做定位？那定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产生标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建立索引键值，例如说我们人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是学号，那以这种方式来做资料定位是现在目前通用的一个方法，也是最好的一个最佳的方法。好，所以那另外我们来看在资料去累积完之后，它的量会相当的大。你们可能想说，我们本来台湾这边要建立一个什么资料处理、大数据处理中心或云端处理中心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去思考？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资料的那个建立索引，就有点像在做资料定位。如果资料定位，你想想看，你在使用那个 Google Map 的时候，在使用那个 GPS 定位的时候，它也是这样。那我们就要设计一些条件来滤除不必要的资料，跟去选用想要的资料。但是这个条件在设定之中，确实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因为你想想看你假设一张资料表如此的巨大，但是它可能有40个栏位。你要怎么去选择这40个栏位，哪一个栏位来当做你筛选的基准？你要从身高，还是要从地址，还是要从他的电话号码，还是要他的住址，还是甚至他的姓，他的比如说他姓什么姓氏来去筛选？这个东西是一个决策的问题。那未来可能在资料分析完之后产生资料模式，有一种很有趣的模式叫决策树，它就是怎么去鉴别资料栏位，去选择来当做一个依循的基准。所以也期望大家针对 ACES 这个区块好好的去把它学习好，那未来再进阶的到商业智慧这个地方去做学习。好，那今天因为我们就课程的内容就到此结束，那也谢谢郭老师在今天的助讲以及展示，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